仲役和中役的区别。中役的中原本是古代的酒器，酒具盛酒的时候，酒液通常都需要汇聚在一起，所以中也可以引申为是聚集的意思。中义简单的字面翻译就是聚集情意，通俗点说就是喜欢。中义属于古代汉语，现代白话文用的不多，但广泛活跃于保存古语习惯的地方方言中，例如粤语。中义源自广东话，是白话地区的一个口语，即意为喜欢，也可以理解为欣赏。而中义属于现代汉语词汇，中不读成中间的中，而读作射中靶心的中，意思是符合，所以中意的意思大概可以近似理解为满意。中意实际上它是一个粤语词语，在普通话中没有中意，只有中意。